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 Focus 电瓶更换归零。第一步骤，先将钥匙插入点火开关，转到 On 的位置。第二步骤，按下后雾灯开关五次，打开关掉算一次。后雾灯开关在大灯开关旁边。第三步骤，按下危险警告灯开关五次，打开关掉算一次。有些人喜欢叫它超车灯开关。第四步骤，将钥匙转至 off， 再转至 on。第五步骤，等待综合仪表板上的电瓶充电指示灯闪烁。第六步骤，将钥匙转至 off， 完成初始化，要在30秒内完成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子晨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